我们先把这首词念一下。他说：“乌市楼台月明金露，那草原望断九旬处。可叹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遐仰慕。一季梅花渔船尺素，岂成此汉无重数？春江信自绕春山，为谁留下笑向去？”这首词的可注意，还不只是说它内容的情意写的哀伤悲慨，而是说在艺术的表现的手法上，这首词在中国词的发展的历史之中有了更进一步的一个特殊的值得注意的成就。什么值得注意的成就呢？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凡是诗词这一类的美文，总是要注意到，就是说形象与情意的结合。凡是诗词的美文，我们都应该注意到形象与情意的互相结合。这情中生景，景中生情，所以才能够给读者一个更直接的、更鲜明的一种直接的感动心发的力量。本来秦观、秦少游就是很善于把形象和情意结合的。我们上次所讲的那自在废话就轻似梦，无边的私语是细如绸，把具体的大自然的景物的形象比作抽象的感情比得好。我们还念了他另外两句词，说遇见回肠就断尽了进鲁的小篆香，把抽象的情意比作具体的形象也比得好。这一类的词，形象与情意的关系虽然结合得很好，但是不管是形象，不管是情意，还是比较是现实的，它是属于一种比的这种做法，以此类比，用这个形象比那个情意，它所比的都是现实的情意，也是现实的形象。断尽的进入小篆香是现实的形象，那自在的飞花，无边的私语是现实的形象。可是这一首词的物是楼台月明金露这两个形象，不是现实的一个比的形象了，而是进入了一种有象征的意味的形象。因为他现在所写的物是楼台月明金露，不是现实的景物，不是现实的景物的形象。为什么呢？我们要从这一首词的整体看起来，你就知道什么才是它真正的现实的景象。是可叹孤馆闭春寒，那杜鹃声里的遐仰慕。他是在陈州的一个客舍之中居住，他说我怎么能够忍受这种凄凉的滋味，是孤馆闭锁在春天的料峭的寒意之中。听了一天的杜鹃鸟的啼声，杜鹃鸟的啼声我们都一般说，他说的是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秦少游的感情很锐利又很深挚，我们从秦少游的诗文看起来，当他在贬斋的途中，他的家人妻子没有伴随着他，我们今天来不及仔细的举了，是从他的传记，从他的诗文的记载，没有家人妻子的陪伴，他是一个人被牵贬在外边的。所以他说是可叹孤馆闭春寒，在杜鹃声里斜阳又日暮了。在杜鹃声里的日暮是说听了一天的杜鹃鸟叫声，而这一天的斜阳又迟暮了。杜鹃鸟叫的是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可是他什么哪一天
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他家人妻子的身边去团聚？所以这两句是写实的情景，而前面的几句不是。物是楼台月明惊动，那桃源望断的无许处，是整个写他内心之中的，他的心灵之中的一种破灭的感觉，是整个内心之中的幻灭的感觉，是物是楼台月明惊动。楼台是一种崇高的，一种高大的，一种崇高的，一种高大的，一种目标鲜明的建筑物。也许在秦少游少年的时候，说他豪俊有大志，喜读兵家书，在他的心目之中有一个高远的理想和目标，好像是一个楼台一样。可是经过这么多的磋商，是物是楼台，在云雾的遮蔽之中，这个楼台是迷失了。所以说物是楼台，在这种浓雾之中，楼台已经失，看不见，再也看不见那楼台了。他所写的楼台不是一个现在的眼前的楼台，他是在孤馆之中，闭锁在春寒之中的物是楼台。月明惊动，惊动是什么呢？我们说楼台是一个崇高的高大的，一个很鲜明的一个目标，现在迷失了，没有了。惊动是什么？惊动是一个出路，是一个出口，是你登城坐船上路的一个码头。它是月明惊动，在这个夜月的迷蒙之中，这个惊动迷，你也是迷失，我找不到你这个平衡。这两句说雾说月，与他后面所写的杜鹃声里斜阳暮的现实的情景是不相符合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两句所写的不是现实的情景，这是他内心之中的一种破灭的感觉，而把这种内心的破灭的感觉用这种就是假想的，不是现实所有的，用这种假想的形象来表现出来的，使得他有了一种象征的意义，整个这种破灭的感觉，说不是楼台月明惊动。可是为什么秦少游要用不是楼台月明惊动的形象来表现他内心之中他一切的理想志意的破灭的感觉呢？中间有一个联想的因素，我们不是在开头讲门庭筠的词的时候说，在诗歌里边你要注意到他所选择的语言，在符号学里边说这都是一些个符号，这些语言符号根据西方的语言学的说法跟符号学的说法，它有一种联想轴上的作用，所以我们要追求它的源头。他为什么用物是楼台月明惊动写他的破灭的感觉，是第三句透露了他的联想的那个线索，是桃源望断的无许处，那个鱼马的符号使他引起来这样的联想的，实在是桃源两个字。因为他被贬在郴州，郴州是在湖南的，而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源记》说尽太原中武陵人普以为业，武陵是在湖南的。因为陶渊明我不要写了，陶渊明的这一篇《桃花源记》后面还有诗，他说是太原中是武陵人普以为业，那是湖南的地方，因为他被贬的是在湖南，所以他由这个联想想到了桃源，是桃源望断无寻处。
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是不是现实所有的？有人说，那是因为晋朝的那个时代常常有战乱，所以有一些个人有一些污宝的建筑，有一些个人有一些个这个污宝的建筑不与外界往来，所以可能是现实中有像这样的地方。然而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写的，不管他这个形象是不是来自于当时的污宝的那种社会的现实，当陶渊明写的时候已经就有了象征的意味。在这篇《桃花源记》里边有一些个句子不是那些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大家所看到的那些个漂亮的美好的句子，而是大家所不注意的他一种很清淡的叙述之间表现了陶渊明的这一篇文章的象征的意味和陶渊明的沉痛的悲哀。陶渊明在晋朝的战乱之中，假如你知道我们了解当时历史上的真正的背景，你就知道陶渊明那个时候对于东晋的战乱他的感慨和哀伤。他想象我们的人类为什么永远在战乱之中，为什么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聪明的人类到现在都可以发明到太空如何如何的，可是为什么人类就一直自己制造了这么多战乱，制造了这么多的苦难。所以他想象希望有没有这么一个安乐的地方，是黄发垂髫都怡然自乐的世界，这是陶渊明想象之中的，我们说管它叫做乌托邦。而陶渊明的悲哀还不止于如此，他说这个渔夫虽然是他离开桃源回来的时候上面都做了记号，可是他第二次要去找的时候是找不到的。后来有一个人说南阳鲁子骥是高尚士也，有一个人南阳鲁子骥是个高尚士也，他听说世界上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安乐美好的地方，说欲往寻之，他想要去找过，可是鲁子骥病不果，他因为生病他的志愿没有达成就死了。于是陶渊明就说了，说后遂无问津者。我们看起来桃花源记就是一个小故事，这不过是结尾的一句话而已，但是我以为陶渊明写的是非常悲哀感慨的一件事情。当初还有人想要追寻这么一个美好的世界，后来就连想要追寻抱着这样理想去追寻的人都没有了。说后遂无问津者，陶渊明是写的非常感慨悲哀的一段故事。就桃源是这样的一个理想而幻灭，所以秦少游被贬到郴州想到了桃源的故事，所以他才说是桃源望断是无穷处，而由桃源望断无穷处的联想，得想到是物是楼台，是玉笛锦瑟，是整个一个美好的理想的破灭。而他现实的生活是可堪孤广避春寒，杜鹃声里的喜羊羊梦。